来，接下来继续讲美国宪法的第六章哈。那第六章讲完就这个哈，因为咱之前有讲了，讲了这个算讲希腊，希腊的文化，希腊的文化哦，影响到美国宪法差不多将近30%，哦，影响到美国文化了哈，因为这是一线。啊，重要，伊即马重要就讲这个希腊文化哦，后来它传到哦罗马帝国，哦传到罗马帝国，这件是一个足要紧的代志。到底希腊文化变成跟罗马帝国来底做圣公，圣公做这个连结，哦，这是一个重点哦。希腊文化怎么跟罗马文化做连结？啊，后来希腊文化都是整个都衰败掉了。希腊文化就那样哈，因为它被人家殖民，哦，希腊被殖民，但是希腊被殖民的过程当中，希腊的文化其实没有消失，它是散播在地中海当中。啊，重点是罗马帝国对这些殖民地哈，哦，算蛮宽大的，哦，罗马帝国对殖民地人民哈，哦，算哦较宽宏大量，那宽宏大量是没有给他屠杀啦，就讲恁只好啊哈，做恁只好啊来底哈，交税金起来，啊恁只要卖反恐，啊你们可以保有你们当地的宗教跟文化，所以罗马帝国的统治的这种帝国较，你知道较比较没有带有那种强迫性的种族灭绝。你若像中国人迄种帝国，伊若搞的时阵，伊就爱你讲啊，你就爱信一个汉姓，哦，啊，你就爱讲汉话，哦，啊，你就爱去做汉人，啊，你若反抗，我就甲你种族灭绝，哦，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就是讲靠这个高压式的，哦，甲你的这个文化拢甲你变作改革，改革反败，你知影意思无？啊，这个罗马帝国就无安尼哦，哦。罗马帝国就是讲，伊算较比较没有强迫式。你看罗马帝国去占这个以色列的时阵，伊嘛无讲强迫以色列人讲你哦，你爱对我罗马的这个哈，这个做法拢改没有？啊，他去占领希腊的时候也没有，他去占领埃及的时候，罗马也没有逼迫埃及人改他的信仰，哦，跟他的宗教没有。所以今天来讲哈，罗马帝国这种帝国哦。讲啊简单嘞，伊只是讲吼要爱你的税金俩，他只是为了吼他的那个什么，他的商贸利益，哦，伊的商业利益，哦，伊主要要爱这个税，伊讲啊简单，伊要爱钱俩，哦，啊，伊希望讲你咧交钱这个过程中啊，你就卖反恐，哦，你就不要反抗，哦，啊就，所以他要的东西也很单纯，也没有说很复杂，哦，你知无？伊就讲你就把税金交起来，啊，你卖作乱。哦，啊，恁这个文化基本上恁要安怎，恁家己去处理。哦，伊袂强迫讲你一定要做啥物改变。哦，所以白白来讲，吼，白白讲这个帝国，吼，有一寡帝国加较文明。哦，这个罗马帝国较文明，咱等下去讲来讲罗马帝国为啥物较文明。哦，你来哦，吼，他们比较文明，我们稍微讲到，啊，怎么讲这个古希腊变它变作罗马帝国？哦，啊，这个罗马帝国讲啊简单，伊就继承古希腊的文化。啊，这个罗马帝国读了古希腊文化的时候，因为伊吼，它是比较有包容性的。我讲说，所谓帝国来对较有包容性的是罗马帝国。哦，伊拢会吸收别人较好的文化，了上尾这个圣经基督教希伯来文化就传入去罗马。哦，啊，后来变作啥？变作罗马的国家，哦，等于讲罗马帝国有两种文明，哦，把它征服，一个是希腊，一个是希伯来，哦，罗马帝国的文化就是建立在这个，哦，希腊文化跟希伯来文化，就是圣经文化，哦，这两个基础之上的，哦，啊，这就是这个罗马帝国。哦，啊，所以罗马帝国为什么维持1500年？原因是伊的这个什么伊的迄个文化，它是比较有包容性。哦，然后它会改良。我们看到罗马帝国这些一般帝国来的是无共款的，它会改良。这个帝国会改变，咱讲不简单的就是讲，这个罗马帝国它允许改变。啊，所以伊允许改变这个规定。当中吼，伊拄着足侪危机，他也一直在转变、转变、转变，所以吼罗马帝国前后维持1500年。这个罗马帝国对
所有全人类，包含尤其是欧美，影响的是最深的是这个罗马文化。但是你看，这个罗马帝国的文化都是伫个希腊，哦，甲圣经这个希伯来文化，哦，共同来建立的。咱讲实在话，罗马的文化啦，甲这个希腊的文化，甲这个希伯来文化，提掉罗马都无忌惮，罗马都甲一般的这个帝国是没有两样的，晓得无？所以咱来讲啊，讲咱为什么要介绍希腊？为什么要介绍这个罗马帝国？哦，啊，为什么要讲圣经？哦，你只要把这个名拢记得清楚，你就知道美国宪法是安怎来的。哦，所以你卖看美国宪法咧，其实美国宪法的历史吼，前后是3000年。哦，美国的这个宪法的历史吼，伊的传承是3000年，从摩西时代，哦，一直到西元吼1789年。哦，伊实施这个宪法时，你看安尼看偌久，拢总差不多将近3000几年，哦，它是一脉相承。所以美国宪法唔是讲安尼吼，伫个石头内底蹦出来，是因为有文化的底蕴。那文化的根基，这世代相传，因为这个文化的祖先啊，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哦，传到几啊百代了以后，啊，才变作这个美国宪法。啊，所以咱都爱找讲伊美国宪法的开基关注伫个对啊。哦，就是希腊文化，甲希伯来文化，哦，这是你若你做历史的研究，你一定会研究出来，哦。好来，咱先来讲古希腊，吼，哦，古希腊安怎来，吼，哦，古希腊你摕到这个你看，吼，哦，我只讲一个大概，吼，哦，古希腊就是讲，较早咱你讲的，我们前一章有讲到这个问题，希腊就是讲，因为那个时候经历到一个比较寒冷的天气，小冰河期。住咧较北边的人往南方一直迁进来，哦啊，多方多次迁进来，啊，从那里迁进来呢？底下这乌克兰迄个所在，哦，他们叫做印欧，哦，底下边迁进来，哦，啊，佮底下对呢，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就是今咱即马土耳其当兵迄地，就是伊斯坦堡佮土耳其迄地，哦，底下边迁过来，哦，啊，毛底下这个地中海的这个当兵才迁进来，啊，当然也有埃及。哦啊，他是多方多次的，几啊个啊，他们也彼此之间有商贸跟文化的交流，安尼多方多次，哦，安尼迁入来希腊，哦，啊，希腊就一个好处就是讲，因为这位吼，哦，他比较，人讲的吼，比较适合于生存，哦，人讲起来希腊吼，阳光哦很明媚，然后气候其实很温暖。哦，你知道啊？所以适合那个冰河期，所以大家拢进来希腊半岛。那个时候，希腊半岛靠赫托丹家，还有埃及。哦，那个时候人口最多的地方就是在埃及、希腊半岛、那两河流域，即搭较早人口拢算多。村内迄个时候世界阁无虾米啦，村内时世界拢部落。啊，主要的文明点对呢，两河流域，哦，甲即个希腊、甲埃及，即个铁三角，即内底迄个时候人口全人类最多就在这里。即代人口数差不多伫个迄个时代，都伫个2000几年前，然后3-4千万人应该有啊。伫个人口数内底吼，算多啊。迄主要人口聚集地，咱的祖先啊，咱的老祖先啊，哦，都在那一边哦。好啊，所以这个古希腊人都是安尼来，像安尼多方都是迁移啊，迁移了又变作城邦，哦，伊就变作咱跟他即个什么部落林立安尼啦，吼，哦，部落林立。但是因为伊的文化是多元的，希腊文化很多元，主要是从埃及这一线里面，埃及，哦，这个希腊文化甲埃及的文化内底就足济唔同级别，哦，尤其伊的数学，哦，啊，佮伊的这个历法，哦，就是他的那个什么，就是他的一些物理，哦，物理甲数学，哦，甲天文，然后还有什么？因为它文化多元，它很吸收的字母，字母就是咱之前讲的那个什么，那个腓尼基人，腓尼基人嘛，甲伊这个字母传入去希腊，啊，希腊甲改用，才变作咱的吼，希腊文。那希腊文就是一个字，它属于字母，甲今嘛咱的英语的字母是差不多的，啊，他们也有字母表。然后他们有一套系统的文学，哦，还有他的数学系统，有物理的系统，
哦，然后又出了很多哲学家，然后甚至还有类似大学的学院，尤其在柏拉图时代的时候，哦，所以希腊的这个整体这个文化文明哦，在较早地中海那群 top one， 哦，世界第一，哦，但是希腊有一个问题，希腊后来了，伊的政治上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讲，因为伊吼，因为他没有统一起来，希腊一直以来都没有统一，但是有人有算有野心，我要甲统一起来，我要把它统一起来，哦，啊，统一起来的希腊就烂掉了，哦，等一下我们会讲。过来了，第一，这个就是有人有野心，什么人呢？迄个时阵呢，希腊内底有分作两派，后来分作两派，哦，较北边的哦，对，这个雅典，哦，雅典，哦，它有一个同盟叫做跟它提洛同盟，啊，南边的哈，上南上南边的角势哈，有一个叫做斯巴达，哦，那个斯巴达这个城邦，它也组一个联盟，我记得跟它叫做伯罗奔尼撒这个同盟。啊，所以伊有两个同盟底下相打相拍，啊，相拍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算讲斯巴达想要甲希腊半岛统一起来。哦，了人吼其实拢有野心嘛，因为食饱了以后，啊，因为这个斯巴达是一个，就是讲伊的精神就是讲上，然后是一个军国主义，伊是这正港的军国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就是要扩张领土。哦，他的性质就是要扩张领土，哦，因为这种同盟在，欸，他们这种精神在古代都是要把别人当奴隶啦。因为我打仗，我打赢了，我可以去俘虏人口，啊，俘虏人口之后，我叫下来人来替我做奴工啊，替我做工啊，哦，他就产生叫农奴啦，那叫奴隶阶级啊。啊，因那个斯巴达的也需要奴隶。啊，你需要努力来干嘛？就是来维持你的生产，维持他的农业。啊，他们自己很少下地干活的，没有，很少。因为早波的接受军事训练，混点料要准备够去养侵略，去俘虏奴隶，哎，俘虏更多的奴隶。所以斯巴达这种的文化是属于具有扩张性的文化，一生来都是要扩张领土。啊，后来伊当然甲这个雅典这个同盟，哦，后尾就因为这个，哦，这个利害关系，因为斯巴达要扩张，然后雅典甲夺，了以后两个就起冲突，哦，啊，因就为了拍起来，啊，因当中前后拍三十年，哦，因差不多30年战争，中捌停战过差不多7-8年，但是停战了以后继续阁拍，啊，拍到后尾吼。诶，上阿伟是虾米人赢？上阿伟是这个南边的赢，就是这个斯巴达赢。那斯巴达赢关，你是去甲别人借，去甲虾米人借？去甲波斯借兵，跟波斯借兵。啊，上阿伟这个斯巴达在波斯的帮忙之下赢，但是他付出了一个代价。波斯甲手伸入希腊半岛，他想把希腊半岛拢甲吞掉，哈。你知道，人讲的这个叫螳螂捕蝉啦，黄雀在后啦，你知道无？哈，这个斯巴达派啊雅典，然后波斯想要把希腊半岛拢吃了，啊，了以后这个啥，因后面两个拍起来，什么迄个波斯哦，甲这个算讲斯巴达一个拍起来，好，哦，你知道，啊，上后尾把拍到拢无输呀，好，啊，结果上后尾什么人赢了？嘿。上后尾就是北边的，伫个希腊半岛的北边有一个叫做亚历山大帝国，哦，伊个在国家叫做马其顿，哦，啊，内面伊后来出一个君王，少年君王，哦，才18岁，哦，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伊是一个军事天才，哦，然后还有他的部队的战斗力比较强，因为伊个战斗力主要是他是有。以上面讲，因为咱一般都步战，对不对？都是步兵在打，他比较不一样，他已经有骑兵了。
所以这个我秉的马其顿帝国在亚历山大时期军事天才，他看出来骑兵的骑兵啊、哦、的重要用途，他跟成吉思汗有点像、哦、你知道他看出来骑兵的用途，骑兵他把骑兵做编组，那个时候是欧洲战场上面，在欧洲战场第一开始把骑兵做有效运用的一个军阀，其实那个时候就有骑兵，但是没有人像亚历山大、哦、对这个骑兵的这个运用、哦、像你阿强骑兵变作什么，这个亚历山大最强的武器，他的骑兵在欧洲那个时候是很非常强的、哦啊、步兵当然也不差，也跟那个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哦、希腊半岛在打仗、哦、几乎都是步兵、啊、骑兵用的很少，因为希腊半岛其实不产马，啊，产马是比较北方那个地方啊，北方地方的敌对呢，敌在这个，这个差不多敌在这个罗马尼亚以北的所在，因为乌克兰那里，那里都是产马，所以那个亚历山大就底下进贝亚给买，我相信底下进贝亚给买，啊，不会的，其实希腊半岛它也不产马，那它的马是从北方进来的，啊，给买掉，他发现那个骑兵的用途，以编组骑兵。所以亚历山大有一个足强的骑兵队，那个皇家卫队啦，啊，他有编组以我亚历山大做中心的这个骑兵部队，啊，这个骑兵部队就变成伊的打击力量，哦，啊，伊的阵型是怎样呢？步兵在前面，在跟对方整个做僵持，当僵持不下的时候，伊的骑兵就伫个右翼，哦，突进去，哦，他从右边都是冲锋，哦，你知影无？啊！你步兵跟步兵底下小度拢无输赢，伊骑兵都容易。伊有帅哦，大堆骑兵哦，然后伊的骑兵的话啦，伊的这个装备拢较精良。然后你知影一只马的力量哦，是一个人的十三倍至十五倍，一头马的力量是人的差不多十倍至十五倍。哦，一只马甲你弄过，我来讲哦，差不多一只这个发财甲你弄。所以那个骑兵都安尼啊，安尼哦，用这个骑兵编队安尼哦，然后加上他手上拿武器安尼，规个给你扫过。哦啊，这种战术哦，在那个时候希腊半岛哦，几乎所向无敌。哦，所以他对这个骑兵的编组运用，在那个时候欧洲是算是最成熟的。所以这嘛是亚历山大帝国最强的这个武器。哦，他的方阵，那个时候他也发明了这种。步兵战术方阵跟罗马方阵，它是也有点像的哦。这个罗马方阵其实讲到是可能也是亚历山大二的哦，他有那个方阵部队，然后还有伊的这个，还有重点是他的骑兵哦，重点是他组织了一个很强悍的骑兵部队。啊，你要去对找遐尼啊侪马啊，啊，佮训练一批要骑马的人，然后组织一个战术，一个亲卫队啊。哦，这就是亚历山大厉害，说，因为他看出来骑兵的价值。哦，因为骑兵的冲击力很强，足强。哦，啊，所以这个亚历山大的哈上后尾，哦，你知无？把希腊半岛统一。啊，希腊半岛统一了以后，佫无够。哦，佫把波斯打败，把波斯佮吞掉的。啊，吞波斯佫无够，佫把埃及佫吞掉的。哦，啊，埃及哦，佫无够，佫甲这个两河流域的国家嘛，瓜吞呢。嘿，哎，吞了了以后，敢若讲哦，行到对拢无敌人，因为一种战术哦，天下无敌啊。他率领了十万大军哦，横扫哦，哎，整个欧亚大陆，希腊以东、埃及以东这片拢叫占了了。他建立了人类第一个帝国，哦，人叫做亚历山大帝国。嘿，伊主要靠他的骑兵啊，哦，他的骑兵很强，因为他那个时候，你也许那整个近东没有那个骑兵啊，哦，有骑兵的编组很少，然后一般都是步战啊，啊，廖耀叫亚历山大这种哦，骑兵编组，啊，即使骑兵很贵呢，你哪意思哦？那编组的费用各方面训练各方面，你是拢爱紧的，所以要编骑兵也不简单，但是亚历山大都甲编起来。哦，伊用伊国家的力量吼，伊用这个所有钱财哦，甲伊的骑兵部队哦，编做成整个近东部分哦是最强的，所以这个战斗力哦上强啊，甲整个近东全部横扫。啊，上后尾这个亚历山大吼，伊就
拍到对，拍到印度。哦，啊，拍到印度迄个时阵就掉病，你知影吼？伊就伫印度要破病，啊，破病就死啊。哎，所以亚历山大的死诶吼，即个在征服印度的这个半路，伊本来把拍入印度啊，他也打进去了，后来就是在那边生病，因为什么？因为那边是属于热带的。哦，它属于那种跟咱刚才讲跟中东那个气候是不一样的。中东气候那边算比较干燥，但是你也因为印度的所在吼，哦，迄个群拢一寡搁在荒野丛林，然后它也是属于亚热带的啊。然后那些疟疾那些病比较多啊，亚历山大疟疾啊，水土不合，跟咱即马钓哈那个疟疾，后尾就死。啊，伊死的时阵跟咱32岁。他死的时候32岁，哦，所以希腊最后是毁于他们的内战，哦，雅典跟斯巴达的内战，最后被亚历山大统一，哦，啊，统一掉的希腊哈，哦，因为他已经经过那么长的内战了，哦，所以一定都消耗掉了，啊，有一挂人都遭了了，我们讲到，哦，在这个。希腊在内战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逃离希腊，哦，都啊，拢都去对，你知影无？哦，都去咱即摆罗马迄个所在，大家拢都啦，远离希腊就好。哦，所以足侪人吼，哦，逃亡，哦，从希腊，因为为了避免内战，因为这位不安全的，啊，不安全的就你若讲听无吼。你去吼，哦，看即摆俄罗斯的话，俄罗斯即摆普丁讲要征兵啊，要求讲要征兵啊，少年啊，大家拢做难民，走了了的啦。哦，差不多就是安尼啦。希腊黑的群，希腊黑的时阵哦，他们这个雅典跟斯巴达两个在拼的时阵哦，现在少年啊，还有有法度的拢走了了。伊嘛讲我参你只要求啊，这都袂大人呀，一堆的人西家带眷啊，走去即摆的，即摆的罗马迄个所在。走去行罗马迄个叫亚平宁半岛，走去遐。啊，走去遐主要一个原因是啥？你知无？哎，遐个人愿意甲伊收留，他那边的愿意收留这批希腊人，所以有一批希腊人就跑到今天的罗马要定居，啊，甲印第安人，啊，再变做这个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帝国为啥物接受希腊文化？哦，这嘛是接受那一批难民，接受迄批有正讲的，但是你嘛袂再看讲这个。这个吼，哦，这个希腊人，因为希腊人的文化水准是足高，伊就捡迄批人来了以后，才发展家己的这个罗马的文明。所以这个罗马的文明吼，哦，一开始的时阵吼，拢是伫个希腊来的，啊，他接受希腊的那种所谓的那种难民啦，哦，然后也有希腊的那种希腊人被来做行李，哦，还跟他们往来啊，所以这个罗马文化就接受到希腊的文明。所以这个罗马文化里面，你把打开都是希腊，包含这个罗马的字母，难怪罗马语，罗马语跟咱现在英文差不多啊，哦，罗马语跟今天英文就是，因为现在罗马语就像说就是拉丁文啊，那个叫做拉丁文，罗马字就是拉丁文，差不多跟这个英语，哦，差不多两声，哦，所以你若读过这个什么，你若读过这个罗马文，哦，这个拉丁文的你去看英语，你拢看有啊？甲咱讲，咱即马台湾是毋是学这个繁体汉字？你去看简体汉字，看有啊？差不多迄个意思。你嘛看有，你看咱即马台湾，因为你拢学这个繁体汉字嘛。啊，你繁体汉字你也学了一些，你去看阿拉伯简体字，你敢看无？十个字内底看有嘛，超八九字啊。哦，差不多是迄个，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哦，所以你若学迄个圣光罗马本，也是。你若学迄个罗马文，就是这个拉丁文。你去看英语嘛，是这个感觉。你不要看有啦，你大概都看得懂八九成。哦，啊，你来学英语去看罗马文嘛，差不多看有啦。啊，只是一挂古字你看不懂，一些词汇你看不懂。哦，啊，不过大概八九成看都没有问题。哦，啊，这就是他们的文化是有传承的。哦，他们的文化是有继承的。是有程序的，是有承先启后的，哦，啊，这就是伊的这个文化是拢安尼。你讲美国迄个受什么影响？哦，受英国甲法国的影响。哦，美国迄个实际上受英国甲法国的影响。哦，
啊，这个英国跟法国受什么影响？受罗马影响。啊，罗马受什么影响？受希腊影响。啊，希腊受什么影响？主要是受埃及的影响。哦，啊，当然希腊文化较多元啦，希腊文化是比较多元的，它不是只有吸收埃及，它有吸收那个地中海的文化。哦，哎，几啊百年也变作一个伊的哲学思想。希腊有它独特的哲学思想，哦，比如说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一些我们上一章有介绍做一些政治家，希腊出就是哲学家跟政治家，耶稣像包含一些三权分立的想法，都在古希腊里面哦都有谈到，哦，啊，重点是美国文化哦，后来的话，他们美国文化，我跟你讲，它的最核心的。除了希腊以外，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就是圣经文化应用，就是希伯来文化。伊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应用是足深的。你唔要看以色列国家吼，这个国家细细尔。全球哦，我甲你讲哦，咱当年拢有颁发诺贝尔奖哦，四个内底哦，咱讲平均四个人内底一个就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族群的，甲因有关系就对。哦，然后四分之一的话，全球上翘的四分之一几乎都犹太人。你看这个民众哦，他是真的是怎么讲？知道哈，特别的聪慧，特别的巧。咱讲实在哈，人类的种族来对哈，你要讲上翘的可能是犹太人，他们真的是有智慧。啊，这证明讲信上帝的这个民族是有智慧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信上帝的人，你就走到你的内在世界，就不再看，不主要看在感官，你也去想办法去了解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志、甲上帝的地位、甲上帝的这个稳定，你也开始去了解这个无形的世界。除了咱目睭甲耳啊，哦，咱目睭看得到、甲耳啊听得到以外，迄、那个内在、内心的世界，迄就是上帝的世界。所以讲，这是灵。哦，灵界啦，哦，你如果要懂灵界，不是靠眼睛，也不是靠你的听力，是靠你的心。哦，啊，你若敬拜上帝啦，你会较注重你家己的心的变化。这个心的变化就是上帝你家己托付的。哦，我相信你若咧学心哈，你就知道，你会注意到自己心哦心的变化。你看到这件代志，你的心内底是安怎想？啊，心安怎想，就是上帝你家己对这代志的反应。哎，啊！你我都读到你的心意哇！哦，你用了解上帝的意思，其实上帝离你无远啊，上帝就你的心内底呀。但是你要读啊，你要读有上帝的意思啊，你要读心啊，读你自己的心啊，那个心在跟你讲啥？哦，这就是上帝啊！所以你敬拜上帝无唔对，你读你的心啊，真正注重你的心意在讲啥？哦，这就是整个一神信仰这个希伯来文化对。专精对的影响，希伯来文化，我讲，咱人类如果离开希伯来文化，这个圣经文化，咱今跟他笨手难管的，我们人类跟垃圾一样。哦，这个希伯来文化的一神信仰，就是这个圣经的这个影响啊，对咱专精力是绝对的，是绝对好的影响，伊无歹，它没有坏，它没有留下什么坏的影响。你若讲希腊文化内底，佫有一挂歹。希腊文化来对拜对，伊他怪力乱神。希腊文化有一个列举，你来讲希腊神话，哦，神话来对什么一挂周一挂底下乱伦啊，巫敌巫告呀，哦，哎呦，他们的人，他们那个神堕落了，跟什么一样？哦，我讲什么宙斯啦，啊，甲伊个什么迄个太太啦，哦，啊个什么迄个宙斯就一个私生子。夭壽啊！你若神明，佫敢有私生子？哎，迄那是神明，迄就佮人共款啊！哦，所以这个希腊的神话就是嘛，一挂拜英雄，一挂怪力乱神。但是你讲这方面的文化，跟我传归罗马也是有啊。啊，偏偏罗马人还特别爱这个。你讲啊，神都在乱来，然后我们也可以乱来，对不对？那人家宙斯都私生子很多啊，我也私生子。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罗马皇帝哦，他都在拼私生子的呀，几乎每一任的罗马皇帝都是私生子。哎呀，弄个外面底下偷生囡啊，一堆啊。啊，所以希腊文化，这个希腊跟罗马哦，
因想要被人摆在家己的腐败跟堕落。哦啊、所以我讲啊，讲希腊的文化也不是都正面的呢，有一寡歹的，唯独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文化伫个圣经的教内底哦，我甲看，它没有负面的影响，它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咱讲起来，圣经的应用就是这个什么地方哦？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影响都是正面的，我找不出它有什么负面的。实际上，伊拢正面的。那是讲人家己惊偏的，不是讲圣经讲唔对，不是上帝讲错，是人自己想偏的，走偏了。哦，你知道吗？圣经讲的拢对，因为它是神默示的话。我要我坚定讲，圣经也没有讲错。哦，圣经有也是上帝话，啊，你讲上帝话伫个对来，咱人的这个心意来对。人的心啊，哦，是上帝会通灵的，人会通灵啊。啊，人怎么跟上帝通灵心啊？人讲啊，你的良心啊，你的良心若害去哦，你就见不到上帝。所以你若了一直去做歹代志哦，上帝不爱跟你讲话啊。当上帝一天不爱跟你讲话，就跟你放弃掉啊，你死啊。哦，所以讲一人唔当良心叫告报的，你良心若叫告报的，上帝不爱对你讲话啊。上帝对你讲，你嘛听无啊？迄人就是良心叫告报，所以你写圣经旧约甲新约人是拢凭着伊的良心去写的，啊，唔是一个人的良心，是足侪人的良心啦。那得做见证，大家心思甲写落来。伊讲啊，有影这就是上帝话，啊，经过后来百般考证，最后再甲你经哦旧约甲新约出来，啊，讲这符合咱上帝的心意。是上帝所漠视给我们人类的，全人类的，啊，就变成旧约跟新约。啊，其实哈、哦，旧约跟新约也其实不是只有那一些，那还有很多经典。只是讲哈、哦，大家来个 QQ 的讲，安尼有呀，这个这搭哈，较符合上帝的心意，甲上帝对咱全人类哦，想要讲的话，哦，伫个这个五十部经典内底，甲你讲出来，哦。圣经当中66节，我记得它是66还是6几，应该是66没有错，66大顺应该是、哦、啊，这就是其实我讲圣经其实不止六十章，但是我讲我们就把那些经典、哦、你知道吗、哦、经典部分把它摘录下来，这个旧约跟新约、哦、这66节啊，改进了啊，这个66节的应用咱的全人类，咱即马看到的就是圣经修的这个应用，就是伫个这个旧约甲新约66节来对待。好，咱这个希腊讲了，咱来讲这个亚历山大哈，咱亚历山大嘛讲了啊哈，他主要为什么能够战胜这个希腊城邦还有波斯？哦，原因就是伊的骑兵队，他看出来骑兵的价值。哦，还有他的步兵也有编组，也许他也有方阵。他有他们自己的方阵，伊的方阵跟这个罗马方阵是不一样的。他的方阵没有那个罗马那么强，罗马后来又把它改良。但是主要亚历山大都看出来骑兵的价值，他最强的部队就是他的亲卫队骑兵，而且亚历山大都率领他的骑兵做冲锋，所以伊的战斗力是足强。哦，陪他亚历山大拿出来差不多赢，所以亚历山大是一个军事天才。他都看得出来这个编队里面哪里有弱点，伊就底下弱点跟安怎嘿，跟咱老讲庖丁解牛底下个违规，所以他真的是哦，在战场上有他的敏锐的战斗天赋，伊在那一看，知道哪里是弱点，啊，就率领他的亲卫队底下弱点跟弄，所以我讲陪他去拄到亚历山大，你朝就比爱输啊，你都盖弄了料，他就知道哪里有缺点了，因为方阵在。僵持的时候，他的步兵方阵跟你去僵持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你的、哦、战术上的缺点，哪里有破洞，你就在你的破缸用你的骑兵部队给你围开，然后把你的部队分割之后逐一歼灭，最重要的就是这种。所以骑兵战术里面的上帝就是把你的部队本来是连结给你切割完之后逐一给你歼灭，你知道，把你切割了以后，你就叫逐一被击破。哦，这在战术上，哦，实际上骑兵部队就是在切割完之后，我用这个剑刀一直把你削，把你嘛拢规拢开啊，你嘛拢死啊，对不？
这个蒙古人的战术嘛，是那也是用骑兵做切割，切割完之后就是用弓箭哦，啊，给你射啊射啊射啊，他也不用接近你啊，因为弓箭都伫近距离做射击啊，哦，安尼伫四面八方的这个弓箭来给你射啊射啊，哦，所以这个伊就用这个骑兵做切割，切割完之后用短弓，哦，当然是到元朝的时候的战术了。所以骑兵最厉害就是把你的部队做切割啊，啊，亚历山大本身的部队就是，但是你要敢做切割，你的骑兵部队要有够强，强悍到能够把对方的部队强行切割，啊，你切割的点要是脆弱的那一点，所以你的目色都在最后，你要知道哪里是他战术的破口，你的骑兵部队就把它弄你切割，然后切割完之后完成包围，包围之后就。把它歼灭掉，哦，所以也骑兵部队足够，所以人讲亚历山大是军事天才，完全叠加。哦，啊，这个亚历山大哦，伊咧拍印度的时阵，上拍到今印度的这个恒河，哦，快要到恒河那里。啊，后来就原因就因为部下大家拢反恐，讲啊，咱大家拍这远啊，啊，咱拍啊嘛无在了食。啊，咱一直拍嘞，我们要走到哪里？哦，你啊，啊对，部下就甲讲讲，啊，买啦，唔当阁拍，咱即摆阁一直拍，这土地这么宽，啊嘛无在了管啊。哦，啊，这亚历山大主要因为这伊个部下，算讲家苛刻，啊，了伊家己本身嘛，底下干那嘛破病啊。哦，啊，底下恒河遐迄搭嘛破病啊，了伊要讲好吧，那就班师回朝。啊，班师回朝迄个时阵哦，无偌久就死啊。登基的过程，敢那行到对咧，我讲敢那行到波斯迄个所在就是啊，好像在两河流域那里啊，我记得啊，应该是巴比伦。一登伊到巴比伦就死啊，行到半路，伊本来要登伊马其顿，行到一半就死啊。所以吼，这个人要讲这个亚历山大是得病死的，哦，可能伫印度那里都一定哦，他已经得疟疾死啊。当然冇人讲吼，讲迄个讲他是被毒杀的。哦，有很多种讲法啊，为了讲伫个印度死啊，啊，就是印度死了以后吼，他只好密不发丧，伊惊讲会够人追击，哦啊，所以他也密不发丧吼，啊，后来了以后，等于这个比较安全的所在，就是这个差不多伫个两河流域啊，巴比伦那个所在，哦，你知道，才宣布他的死讯，讲亚历山大一定死啊。哦，因为迄个时阵哦，不可以公布的原因，它有很多种原因。伊的土地这么宽，拢未分配呀。你说啊，你若忽然间宣布一个死讯，啊，唔规个拢天下大乱，那时阵这么宽，唔拢乱起来。所以伊是甲迄个所在才发布是有啊。你可能亚历山大已经死一段时间了，至少半年一年。但是这个消息可能一直给我扛起来。哦，听讲伫个印度也就死啊。啊，了伊的迄、那个吼，伊安尼伊安登记，再甲上级才发布他的死。发布他的死讯，可能有死差不多半年一年哦，了反正不管怎么，他就是英年早逝。有人讲伊用毒杀，有人讲以疟疾，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哎，那个时候讲到些，嘛无人敢你知道，你嘛无人敢去阿验嘛。哦，反正他的死因就是沉迷啦。哦，干那只一死的。哦，啊死的原因就讲伊。其实伊早就死啊！啊，原因就是讲，他领土那个时候，你知影无？真快，这么足快。后来伊死吼，了以后就是讲，他们有协议好了。因为重点是亚历山大没有孩子，伊无囝，你知影无？啊，伊无囝，只有丁三米人做伊继承人，伊下面的大将，伊下面有四个将军，哦，把伊这个帝国分作四地，哦。就是西北一块，西南一块，东北一块，东南一块，伊拢总甲分作四块。啊，还有四大将领，哦，来算讲啥？算讲来管理。但是这管理无偌久了以后，一一都被当地的那些头目比较强的头目把他们一一推翻掉。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帝国后来也没有留着，嘛无留了。而且将军队了也嘛管不掉，因为毕竟吼、哦、马其顿人呢是少数，人家只有10万人尔，你这10万人你要哪管一千万人？
你才十万人怎么管一千万人？你不在了管。你压落了以后，你跟他底下做一段时间了以后，当地很好的力量都把你反抗掉。哦，地方有那个力量就把你反抗掉。后来这个亚历山大帝国瓦解之后，由四大将军去管理，最后也一一的，哦，就是被当地的一些部族起来给反抗，给瓦掉。哦，但是咱这个过程内底，咱要讲一件代志吼。亚历山大到底留什么名行吼？后来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在征服这些国家的时候，伊个希腊文化，伊重点是讲，来，我把阮的上好的文化来，我拢给你，你要来学拢会使，我把希腊文化拢给你教。哦，所以这个中东啊，哦，包含整个地中海，较早叫这个希腊，哦，占的所在拢去接受着希腊的文化。啊，这个亚历山大也很乐意哦，跟当地的人民哈，甚交流，哦，讲我唔我诶，不是干啦，要跟你暴力征服，我是讲要来算讲吼，要来跟你交流，一方面征服，一方面跟你做文化交流。哦，你包含说亚历山大走去波斯的时候，伊嘛讲哇，恁这哇，你们这个宫殿很宏伟，啊恁这吼，啊恁这查囡仔拢袂歹，啊不我就跟你们通婚啦。我娶你们的女，因为哦，阮家拢查甫拢落安卡，然后啊，规矩拢娶恁的查囡，伊就规定讲，伊每一个这个囡仔，哦，来，你跟我部下，你这个这里有一点女孩子，你看喜欢的，你就改娶，哦，就把这些马其顿人变做当地人，哎，跟当地人算讲做一个文化交流，啊，也血统交流。好，甚讲做几年何盖啊？你啦，啊，你知道吼？所以他也不是说跟他起哦起哦，都被讲种族灭绝就没有。所以亚历山大的管理算是比较哦，他是所有的帝国来对马圣给他仁慈，他跟后来的罗马帝国就有点像。其实那个罗马帝国有很多是学亚历山大的。哦，罗马帝国后来作风哦，就足侪拢学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行到一个所在时，伊讲吼，你若管得好，你就服从我就好了。哦，啊，你要给我补给，我行到对我进，我只用个你加补给。好，安尼这个地区给你管。他就跟后来的罗马跟他学，后来罗马就安尼去占多侪所在，无得到啥物反抗。我有安尼，伊讲无紧，你就照你的文化咧，但是你记哦，你要交税金。啊，我的部队你要给他饲，我的派兵给你保啊。哦，所以罗马帝国就设总督，总督，然后总督有他罗马的军队。哦，啊，你这个地区只要把这个罗马的总督跟这个军队哈饲好就好啊。哦，你知道吗？啊，你服从他的领导，啊，其他的你自己随意，我不会管你。哦，啊，这嘛是第一对，你知道吗？跟亚历山大的模式很像。你家己去看，你看到讲，咦，这个亚历山大跟后来的罗马总督，哎，这个制度都小搞搞。亚历山大行到对吼，伊就跟他中毒的制度。我指派你，吼，你是当地最有领导力，我指派你做这个地区跟他中毒啊，这拢让你去管。吼，但是你答应我一件条件，你跟对好，唔知反抗。啊，我的部队要吃要用，你来供应我。哦，伊就一个做一个交换嘛，安尼我就免派兵，佮你镇压。我若派兵镇压，啊，我佮你抬，我佮你抬好死，我拢无下食，我拢枵死枵了，安尼嘛唔对啊。所以亚历山大人巧，人就折中。啊，你来听我的话，你就搞饲我的部队。哦，啊，这地区我你去管，我就无要管他济啊。哦，所以你达到变到一个总督的制度，总督的制度。哦，因为亚历山大嘛足清楚，伊的部队敢那十万人尔。哦，我无可能管他跨土所地，我行到对爱找代理人，所以伊这个部队行到对，伊就找代理人。哎，这区就互你管，哦，哎，我甲你任命你总督，这地区互你管，哦，但是哎，我部队要用的，哦，哎，你也甲我讲一下，伊就甲他，你只要答应这条件就好，啊，伊就互你做总督，你只要卖反抗啦，哦，你答应几个条件，啊，就互你搁做，你嘛是。讲是你无差嘛，哦，啊人讲啊，什么人来管，唔拢同款的嘛，
对不？黑人嘛讲，黑人嘛讲，啊，什么人来管拢同款啊？伊什么人来来，你就免你就免交税金嘛，你嘛是爱交啊？哦，你啥意思啊？所以你到你原主地国王到到亚历山大，啊有什么？我你啊，那有什么两样？都一样啊。哦，然后他还会任命你当代理，那是比较好。你想想起来，未歹嘛，吼。啊，所以了，亚历山大用这么叫你爱夸管理，就是讲伊拢推行代理人制度。啊，这个代理人制度就是后来咱讲的罗马总督，罗马总统。所以这个罗马来电哦，足侪拢甲亚历山大学。哦，好，来，这是亚历山大一个在政治上面的贡献。还有一个，亚历山大把这个希腊文化往所有的国家推广。那个时候，希腊文化算是全球第一，而且算全球第一。所以，伊把这个希腊文化哈，用在周边这些国家，包含波斯，包含整个地中海，啊，也包含说传到罗马去。你看，罗马等于亚平宁半岛，那时候他还不叫罗马，那时候他那只是一个跟他部落啊呢。哦，罗马刚开始是在今天罗马城边啊，那个亚平宁半岛一挂部落啊嘞，啊，伊岛岛啊透过扩张，哦，他的就是透过武力征服，慢慢把那领土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之后占领整个地中海，那个更是罗马帝国。哦，啊，这个罗马就是受到迄个时亚历山大的时候那个希腊文化的推广，所以那个高级的时期，整个地中海希腊化。哦，规个地中海文化都受希腊文化影响，就是地中海的希腊化。规个地中海都向希腊学习的，受希腊这个文明文化的影响足深的。尤其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后来占规个地中海，伊嘛受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哦，包含希腊的文字，哦，都传归罗马，变成罗马文啦。哦，这个罗马文来对着一个希腊酒。你拿哦去读这个罗马的这个拉丁字母，你去看希腊文看有，嘛查查两三成，嘿嘛看有。啊，如果你英语跟希腊文就差的比较远，哦，你差看有六成，因为你差你离它比较远。但是你拿学这个拉丁文哦，学这个罗马文哦，嘿你看希腊哦看有，你看有才八成哦。所以这就是讲哦，这个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哦，它有一脉相承。后过来，亚历山大吼上要紧的就是这个罗马的行省制度，总督。我讲到对，我不是要杀你，我只是要你臣服我。利用继续规律的生活，我不影响你的吼，我不影响你的作息。我但是我派来军队，你也打起。啊，总督的命令你也服从，安尼就好啊。我跟他要求安尼尔。好，这就是总督啦。所以我跟你讲，你若讲遵守这总督这东西，讲的嘛无讲偌歹啦。其实想起来，欸，其实也没有多差啦。有人给你保护，但是有的条件你给取得啊。哦，好，过来，咱就讲的罗马帝国。哦，过来了，这个算讲，因为希腊迄个群众规个内战啊，哦，在内战。啊，后来他那个罗马迄个什么迄个亚历山大死哈了以后。在马其顿那一区的后来也内战，所以希腊料以后吼，底下这个哦，底下差不多底下四世纪料要这个雅典哦，哦，甲这个算讲斯巴达因希腊的内战，迄个时拢一直的内战，战争拢一直无停。啊，变都讲希腊人民都爱去做，都爱去流亡。啊，流亡来对东南亚流亡到很多地方嘞，伊主要流亡结束。一个所在人拢不甲收，所以呢，就是这个罗马的亚平宁遐，遐人要甲收。伊讲你拢来，你若伫流亡啊，你拢来。啊，那里有罗马，我听说那里有希腊社区。哎，伫罗马迄个附近还有专门为着希腊人的社区。你了流亡，我跟阮一个所在，我一个所在，恁就伫遐住。哦，你啊，就是收留这一批希腊人，啊，希腊人就替这个罗马人带来他们的文化。哦，无你讲少嘛，吼、哦，所以这个罗马文化就是受这希腊这人影响足深的。哦啊，当然罗马的人
所谓的罗马人来的地方嘛，其中数方的人，也不是只有在当地而已，有足济所在啦。比如讲，有罗马当地的人，我听说还有西边在哪里那个哪里啊？西边那边的那个什么西西里岛，哦，西西里岛跟那个什么，那个跟他下面在意大利西边那里有个岛，那些人嘛是一批人刷去罗马。哦，啊，搁南边嘛一个岛哇，遐个人嘛刷去罗马，所以罗马的人哦，其实伫个四方里，四方的人进罗马，所以人讲条条大路通罗马，讲嘛这個意思啊，四方的人拢刷去罗马的呀。所以罗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尤其是罗马城，罗马城的居民是从四方来的。啊，他有最远从哪边来的？这从北方那边高卢遐人嘛，高卢人那边嘛，高卢人现在法国，都在法国迄个所在部落的人，有一部分较文明的嘛，迁入来罗马。哦，啊，从东边的那个希腊那边也过来，啊，从那个希腊那边下面几个岛，哦，那你讲包含那个什么这个，哦，迄几个岛，什么有很多人也迁到那个什么，哎，迁到那个。罗马去，哦啊，包含北非的那些突尼斯都有迁入罗马，啊，罗马就是因为这的代志，后来跟迭代基发生战斗。迭代基啦，迭代基就是较早迄个地中海这个海洋霸主，就是希腊哦，整个没落之后了以后，基本上整个地中海的贸易，就迭代基掌握。啊，什么是迭代基？咱之前捌讲过。哦，就是腓尼基人。哦，腓尼基人内底有一批人，哦，伊叫做迭代基。反正伊就啥物基就对啦，伊就啥物基的啦，吼，啥物迭代基啦，腓尼基啦，吼，啊，就是讲因就爱趁钱，啊，就爱做生意，后来去阻碍着罗马利的。哦，迭代基后来跟罗马就产生冲突，后来罗马就赢。那个迭代基有几啊件哦，攻入罗马，啊，但是吼攻袂落来，哦，攻袂落来，哦，啊，了以后叫罗马反攻，啊，后来迭代基就被罗马消灭掉，后来整个地中海的霸主就变作罗马帝国，啊，就今天罗马的这个算讲帝国的故事，伊也伫个早期啦，来，咱来看罗马吼。以这个罗马吼，伊叫做伊的通底叫做奥古斯都啦，吼，啊，这个奥古斯都就是咱后来讲的皇帝，罗马皇帝，诶，一开始伊个通底叫做奥古斯都啦。好，哦，这你家摕论文，你家己去看吼，亚平宁半岛又称为意大利半岛，前八世纪至前六世纪这两百年间，古希腊人持续向亚平宁半岛，哦，南部移民，并与当地部族结合。今日的罗马人哦，因传讲伊较早是伫个希腊那边来过来，从希腊半岛附近过来，啊，当然是多方多支，唔干那一个几啊个。哦，伊就我讲，应该难民啊，啊，过来后来吼，整个那个希腊又爆发什么？希腊又爆发内战，哦，这个雅典跟斯巴达拍的，够卡侪希腊人一个走去罗马，所以罗马会兴起是因为希腊的衰落。你想希腊家己拍来者，哦，你想拍来者了，人民爱倒啊，啊，你要倒一地，倒去较安全，所以来倒去就是咱即马讲的罗马，所以这个希腊跟罗马的文化其实是有继承。哦，一生有个性。哦，啊，你家己去看册啦，你拿到书籍一看，就家己讲几个重点哦。啊，这个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就军阀内战，伊阁拍，继续阁拍，啊，所以这个希腊人继续阁倒。哦，拢倒去罗马，啊，甲这个希腊的文化足侪拢葬去罗马，所以罗马文化就是继承希腊文化。啊，你讲希腊人为什么败掉了？就是家己拍来者。有来吼，罗马吼，后来罗马帝国吼，
伊有去占希腊，伊阁回头去占希腊，吼希腊一个稳定，伊派兵入去，伊甲占领，啊甲把希腊变作一个行省，哦啊希腊就稳定落来，因为希腊了又就这个罗马帝国吼，哦啊外来势力就比较不容易介入，产生混乱。啊，这个希腊文化跟罗马文化嘛就讲，所以罗马人特别哦优待希腊人。你知道吗？罗马人还特别优待希腊人，而且还甚至在被告的几个期间，把希腊的人民当作罗马公民，伊嘛好因罗马公民的这个资格。伊讲你希腊人哦，诶，阮受你影响真大，啊，咱嘛真亲，啊，无安尼啦吼，我这罗马公民，互你希腊公民。所以希腊内底足侪人摕到罗马公民的资格。哇、哦啊，这个罗马人将地方行政交给希腊人管理，并不欲破坏传统的政治模式，而雅典的广场继续作为公共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而存在。哦哦、所以话讲，这个罗马帝国希腊时哦，它也是就是一个行省派总督，象征性管理，但是实际上啊，恁家己去运作。哦，他也没有高压，也没有强迫，但是你爱几个总统跟罗马的军队安尼，他当然有交换的条件啦。哦，所以这个罗马的历任皇帝哦，都对希腊哦特别的优待，哦，都特别好，圣光给他们优待这样子，啊，给这个罗马就给希腊哈。比其他行省的待遇都较好，是的，完全一样。因为罗马人哦，心里面对希腊是有感激的。如果没有希腊文化，今天没有罗马哦，所以伊就回馈希腊啊，所以对希腊有很多公权，给希腊人特别多的特权，甚至给希腊人民公民权。我甲你看，这是我家己的啦。哦，既然你足侪希腊人较早拢都来阮罗马，安尼然后啊无安尼啦，我嘛甲你希腊人当作是罗马公民。我也赋予我这个帝国来对好你公民的心，所以足侪希腊人拿到罗马公民。但是吼、哦，后来希腊真可惜的是讲吼，罗马帝国后来衰落。哦，这个西罗马帝国后来衰落，因为罗马帝国会衰落的话，它同样遇到希腊的问题，腐败、堕落跟腐败。人若过好日子了，也开始堕落跟腐败，然后声色犬马。哦，啊，堕落到腐败，啊，最后整个就是你堕落腐败要你就不军队没有战斗力，那军队没有战斗力之后，现在查甫人拢全部软弱，你查甫人是软弱了以后，你外族就会入侵，那一挂北方蛮族的地方。后来整个希腊包含罗马帝国就亡在于北方蛮族入侵。哦，啊，这个时候罗马亡，希腊也亡。哦，罗马亡去啊，希腊嘛亡，啊，剩这个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剩一家，剩罗马帝国也要剩一家。一滴多一年，就滴，今日这个君士坦丁堡，就是今日土耳其啊，一大就剩罗马帝国最后的文明就滴遐，上尾罗马帝国的文明就滴一家。哦，啊，剩的拢叫蛮族占了了，就在北方蛮族规个拢入侵了，北方拢全部落南边啊。啊，希腊一样，希腊也被北方的蛮族，比如说那个一个叫名哦，那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上帝之鞭呐、啊，叫做阿提拉，叫做安提拉。哦，你用家己去看，点亮那个有拍影片哦，他有好几次侵略罗马帝国。哦，所以我跟你讲哦，那个整个南欧，哦，南欧跟中国一样，都有那个北方蛮族的问题。北边人一直要往南边迁入，啊，这个你包含希腊吼，希腊它本身也是，吼也吼，伊的这个政权就是北方的民族入来，讲的，但是我讲北方蛮族啊，过来入来几啊件，多方多次入来，伊不是干那入来一件，啊，这北方蛮族的入来原因就是讲，因为你这个所在你的战斗力，你的查甫人拢声色犬马，啊，都堕落腐败。哦，啊！你这查甫人规个拢软弱了，这帝国的查甫人拢软弱了，北方的蛮族就容易入侵去啊。
一击败你嘛无落甲阻挡，你要拿什么反抗他？你甲人拍过拍完，你规天拢咧啉酒，哦，啊拢咧无知无觉，啊拢无训练，啊一个人击败了以后，你我落甲反抗。然后北方蛮族呢，你知影无？北方蛮族是无伊嘛无法律的呢，啊你若要甲阻挡，伊就加武器甲你抬，啊你敢拍赢伊？哦，啊了以后，这个北方蛮族就大量规个入侵。后来罗马帝国王希腊有王啊，整个罗马整个希腊跟罗马帝国最后的文明都跌东罗马帝国，而且这个那个伊斯坦堡，因为土耳其的较早就是东罗马帝国，伊后尾就剩咧港尔，哦啊，这个东罗马帝国一直到1453年才沦陷。东罗马帝国弄种，你知道无？哦，它的国祚很长，想要罗马帝国就救就对了，救到对了，救到出一角。嘿，伫个君士坦丁堡迄角尔，啊，但是迄角后尾嘛有崩去啊，叫这个啥物？叫这个萨拉丁啦，萨拉丁甲迄个军队开去了。罗马帝国正式在1453年，罗马帝国全部亡掉。但是罗马帝国迄个时阵虽然亡，但是伊的文化，罗马的文化一定散落到整个欧洲了。哦啊，尤其是英国，哦还有法国，罗马的文化上后尾是叫几个国家把它继承掉，主要是英国跟法国，还有德国、英国、法国、德国这继承罗马的文化。北方蛮族后来把整个罗马帝国灭亡，但是这个罗马帝国因为伊的文化实在太好了，这个北方的蛮族实在来嘛做敬佩。哦，我这罗马的宫殿真水，啊，我拢伫住咧北边内底，哇，这种厝我拢起袂出，有够水的啦。哦，伊个教堂啊，咧看到哦，夭寿啦。哦，我嘛要对上，所以足侪吼北方蛮族的迄个首领吼，家己去信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后尾是向这个亚蛮人吼，会尊敬，原因是伊的文明真正是，伫个不管啥物时代，伫个千五年前，就是遐蛮族的时候，感觉讲哦，我来看这宫殿那只水，哦，迄画图那只水啦，哦，这大家拢精品呢，拢阿玛尼的呢，拢 B N W 呢，迄真多人看到这个名，讲哦，这名是安怎做的？你袂感觉就敬佩的嘛？哦，人我都做这种名啊，我都可怜。我就跟他一生蛮力，我就会要作证。啊，你若讲到这，我拢未晓。嘿，我讲到这文，你拢未晓。我刚才要跟人相拍冤家安尼。所以后来这个北方的蛮族，虽然跟罗马帝国给统一掉，但是后来叫罗马帝国这个文明，它的文化，哦，反向征服。后来你甲看这西方哦，遐较早遐。遐，你知影，咱较早讲遐蛮族，哦，迄、那个法国较早嘛蛮族嘞，迄德国较早嘛蛮族嘞，英国较早嘛拢蛮族嘞，拢北方蛮族嘞。即、這个北方蛮族伊拢叫做盎格鲁撒克逊人，迄条较早北方蛮族，伊罗马帝国的北方蛮族，后来叫罗马帝国的文明，哦，包含基督教的文明，甲伊统一掉，遐伊吼信奉。基督教做国教，法国嘛搞这个啥基督教做国教，英国嘛是啊，伊个国教嘛是基督教，这是伊新教。哦啊，德国嘛是德国嘛一段时间嘛搞基督教做这个新教。哦，这北方的蛮族后来一吼都像罗马帝国的文化，啊，你给罗马帝国文化什么文化？希腊文化，还有什么希伯来文化、圣经？你听好吧，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罗马帝国文化哦，影响到全世界。那到今麦咱看的法律都是罗马法，我们看到法律其实都是罗马法。我们下一章会讲到这些，这大罗马法的问题。罗马帝国这个国家为什么伟大？讲到爱罗马法，哦，因为希腊咱讲的哦，希腊有文化对不对？哦，希腊文化就是伫个科学，伫个文艺。哦，他的科学、他的文字、他的哲学、他的数，甚至他的数学，但是希腊没有一个东西，
希腊没有法律。哦，希腊没有法律，那没有法律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摩西，因为摩西有十诫，摩西十诫这个圣经的旧约跟新约，后来传入去罗马帝国，甲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化相结合了以后，才产生这个法律。啊，这个法律有一个系统，就是罗马法。啊，这个罗马法就影响到即马全球咱即马法律，咱即马全球法律拢罗马法。不管是德国的，还是英国甲美国，拢罗马法。啊，这个罗马法就是伫个这个圣经，主要是圣经，圣经占超七八成。圣经，哦，摩西时间的律法从那边来的。啊，当然它也掺杂了什么？嘿，希腊的文化，文化色彩也有。啊，两个伫罗马相夹了以后，这个罗马法。那你讲的那无这个罗马法，这个过渡时期。不会有后来的美国宪法，美国宪法嘛是建立在罗马法之上的。好、哦，我罗马法我之前的这个论文我有介绍过了、哦，我有介绍罗马法。好、哦，在这个论法，我的这个神道学读来都有讲到罗马法。哦，你家己去看我论文，我今天讲这些东西，在我的论文相关的论文里面都有提到。伊这种是一个系统的，咱要学爱学西方规个系统，卖学个吼片片段段的，你安尼袂转。我咧学名拢学一个全部的，嘿，我把全部把它集大成。哦，伊要害伫对，这名伫对啦。哦，我们有个索引，啊，你改天要研究什么，你就去研究那个就好了。你干嘛都有问题，你就针对那个去研究。那整个大纲、整个架构我都建构。因为咱要写宪法，咱要建立咱台湾的文明。啊，咱台湾的文明要伫对来，要伫这个美国来，哦，要伫英美来。啊，你知道英美从哪边来的？英美就从这里来的。所以你拢爱去掠，你掠到后尾就哦，这个咱的开基观众的文化，咱的文明就伫咧希腊，哦，甲希伯来啦。啊，你也知道这个名要咱印度要咱经过3000几年来到咱台湾。啊，咱台湾接到这物件了，你要怎阁来发展？哦，你著爱靠咱，哦，靠咱的努力啦，啊，当然靠上帝啦，啊，靠咱的努力啦，你也继续阁来做，哦，结果上帝国啦，咱后尾上帝国的啦，啊，这嘛是啥物人敢讲啊？这是希伯来文敢讲啊，上帝国的，哦，救世主会来，哦，我们都相信救咱的救。救世主也来啊，天国会来啊，哦，是不是这样子？那从哪边来的？从这些文化来的。好，安尼我这个罗马帝国甲各位都做一个介绍。哦，这个传承哦，也古希腊一直甲亚历山大哦，古希腊后来就内战了，啊，伊的文化、伊的文明就传去罗马，哦，当然是经过几啊百年，偷偷啊传。哦，传到罗马去哦。啊，这个亚历山大就是吼地中海拢希腊化，我把我的文化，哦，希腊文化拢传到地中海周边，包含这个中东、近东，这个文化拢甲传出来。哦，啊，亚历山大帝国了，规个拢列解了以后，就往罗马起来。啊，罗马的继承上面嘿，就是这个希腊文化。啊，过上面呢，后来圣经传入。哦，希伯来文化传入，希伯来文化就是旧约甲新约，哦，传入去罗马，变作人讲的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啊，这个罗马天主教甲这个希腊的文化结合，变作罗马的文化。哦，啊，这个罗马文化，我们下一章就要介绍罗马法，罗马法。后来罗马把希腊文化跟哦这个希伯来文化、圣经的文化。做一个结合，产生法律律法，啊有律法了以后，才有咱即马讲的美国宪法啦。哦，这个罗马法就真要紧，罗马法就是咱法律的基础，咱现代法律的基础底下来。我们有一个系统化啦，我们法律有一个系统，是从罗马法来的。罗马法里面你甲看，它也有刑事也有民事，拢有啊。哦，这个系统拢是罗马来的。哦，咱今日看这个刑法跟民法啦，哦，什么一挂法律拢伫罗马来，
伊一寡概念哦，伫罗马来，伫罗马发。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谢谢各位。